一张纸折出16个花瓣和8个角。用的是28厘米单面莲花纸，尖角对尖角对折取线条。往中间线折大三角形，四个方向都一样。四个尖角折入到线条交叉处，再把八个尖角折入中心点。折入第一个角，折入第二个角，整理中间的三角形，先压到另一边，折入第三个角，把三角形打开，往中间线按压，往中间线折入三角形，再打开整理成视频的样子。Thank you.
完成一圈。翻过背面，八个角折入中间点。折入第二个角时，中间形成三角形。再重复前面的折法，重复一圈。翻过背面，把八个长花瓣往外折。把花瓣往内抽，美化外层花瓣，翻过背面八个角也可以打开。加上喜欢的花朵就完成了，记得点赞、订阅与分享。